尊敬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共同来学习汉学工具书，开启四库的钥匙，第15集。在上一节课当中，为大家介绍了24史，以及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当中所收录的史部总序。这是四库管程对于史部所收录的典籍做的一篇总序的文章。在上一堂课当中，我们学习到司马光先生他说编写的《资治通鉴》世称绝作，而且这部《资治通鉴》呢，在历史上有记载，它所采用的典故是非常多的，光是杂史诸书就收录了222家的不同的说法，而且它一个典故就有3、4个出处。那么，就有人曾经在洛阳见过司马光先生所做的《资治通鉴》的草稿，他整整堆满了2间房子。而四库管程在史部总序当中有谈到呢，这里面他所收罗的资料范围非常广泛，甚至连小说类的资料呢，也都有收在其中。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然则古来著录，就是从古至今，中国的古人在编写史书的时候啊，除了在正史当中去选取资料之外啊，同时还会参考许多资料。啊，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那么这一句呢，就是关于司马光先生做《资治通鉴》在提要当中，四库管程做了这样一句总结，可见的呢，史书的编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往往需要花费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部史学的著作。在《四库全书》当中啊，把这个史部典籍，把它分成了15类。首先，第一类就是正史。那我们为大家所介绍的24史，就是收录在正史当中。而实际上呢，在我们后面会介绍到《御制重科21史序》哦，在《四库全书》
这个时期呢，乾隆皇帝在前面所御撰的序文，这个时候还称21史啊，而不是24史。所以在《四库全书》当中，把史部的典籍分成15类，就是从正史开始的。那么其次就是编年，正史的史书是属于纪传体的史书，但是，第二个部分编年，这就是属于编年体史书。编年体史书，例如像《资治通鉴》，它就是属于编年体，而不是纪传体。此外，还有。这15类当中，还有分作别史、杂史、史钞等等。好，这个分类都是参考纪传。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分呢？就是这种分法呢，跟古来这个史家。在撰写史书的时候，这个史书的体例分类，它有参考这个方面哦。那么再来还有时令、地理、职官等等，这是参考诸志啊，就是在史书当中有志。我们后面介绍《史记》跟《汉书》，就会介绍到这个史书的体例跟分类。还有史评，这是参考论赞。好，所以《四库全书》分成了这15类。而在历史上呢，还有谱牒。谱牒这个方面啊，我们学过百家姓就知道，就是中国人。它有记载家谱的这样的传统，而我们在讲解百家姓啊，还有选用过一部《万姓同谱》，《万姓同谱》也是收录在《四库全书》当中。那这样的谱呢，就是属于就是不是单一姓氏的谱，而是各个姓氏。都把它汇集在一起。那我们比较早的可以看到的，就是唐朝的时代啊，就有姓氏学的一些著作啊，像《元和姓纂》啊，像这个书呢，到清朝的时期已经失传了。司库馆丞呢，又把它从《永乐大典》等图书当中把它。摘出来啊，编入司库当中。因此，在编辑《四库全书》的期间呢，清朝的学者他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对于文化的保存呢是很有贡献的。但是，唐朝之后呢，在谱牒这个方面啊，就比较衰微所以。故从删焉啊，所以就没有收录谱牒这个部分。而私家的记载是宋朝跟明朝这两个朝代啊是比较多的啊。可是这两个朝代的这个私家的记载啊。它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常在《四库全书》总目当中看到的两个字“门户”哈，就是存在一些门户之见哦。因为宋朝、明朝这个时期啊，这个学者的风气有一点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好议论。那么好议论。变成
就会产生一些门户的派别，有门户之见。那么彼此之间有门户之见，互相都不接受对方的观点，那么这里就会产生一定的问题。好，这是关于私家记载啊，他在这里呢就有一段论述。那么总体的就是讲，宋代跟明代啊，在私家记载方面啊，存在一定的偏颇的见解以及门户之争。那像这种门户之争以及聚讼啊，这一类的问题啊，彼此之间都意见不合啊，这种问题呢，在做四库提要的时候呢，是常常会批评这样的做法。好，他这里就举了一些例子哈，我们就不一一的把它列举出来。好，到后面说李陶族参户而变定之，至今遂无异说啊，就是前面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说法啊，最后还是有学者出来呢，一一对他进行了辩证啊，最后呢才平息了这个各家不同的说法。那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啊，提要它是清代学者的著作哦，它特别是在考证这个方面呢，有它独到之处。好，就是清代考据学啊，在考证一些问题上面呢，这些学者是下了很多功夫。这是在前面我们学习《十三经》注疏啊，以及《十三经》的各种注解啊。我们学了很多提要，哈，从这些提要的内容当中就可以看出清代学者他在考据学方面的深厚的功底。那最后呢，这里就谈到然则史部诸书史部的这些典籍呀，自彼辈冗杂，卓然无可采录外。除非说这个书实在是差到没法用的哈，否则只要这部书，岂有弊于正史者？这个弊就是注意跟帮助的意思哈。只要这个书这个注解，它对于正史是有帮助的，有一定的好处，故君以择而存之矣，都会把它收录起来啊。因此，四库全书收录的范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广泛的，而我们来看一下四库会要啊，因为四库会要在目录，就是第一册的目录上面啊，对于这个史部啊，经部、史部这四部的各种典籍，这个目次是特别清楚，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把它列举出来。大家看一下《四库全书会要》的目录，好，可以打开这本书，啊，或者是看我们投影片上面的图片，大家就会看到，在目次这一页啊，我们有把史部的内容把它特别框出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四库会要》呢，它的分类和《四库全书》还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在史部当中呢，它一共是分了12类，哈，这和四库全书所分的15类是不相同的。那四库会要呢，它的分类就相对简单一点，像正史类、编年类、时令类、地理类啊，前面的2类还是相同的啊。就先从正史开始啊，有21史，那么编年类呢，就会有编年体的史书啊，所以它的开头还是从纪传体史书跟编年体史书开始的，那么接着才是时令、地理、诏令、法制、史评、目录、
等等的，好，它最后还有哺乳类哦。好，这是通过这个目次啊，我们来了解四库会要它的史部分类和四库全书是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再来，接下来我们再打开一至四十五，一至四十五，这就是史部的目次。所以史部的书呢，是从四库会要的87册一直到第245册，这个范围都是史部的范围。那我们在查询的时候就会看到史部的书啊，它的颜色就和金部是不同的啊。史部四库会要跟四库全书都是红色啊，这是世界书局版跟商务版的四库呢，都是属于红色这个系列的，这样就和金部它的分界可以一目了然的，可以分得清楚，啊，从这个绿色一直到红色，啊，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再来，我们来看正史类，四库全书会要啊，正史类的内容，这个在投影片上呢，大家也能看到啊，是从《史记》开始，啊，这《史记》。前汉书、后汉书还有三国志，这就是前四史。在目录当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它的编者以及写注解的这些作者。例如史记呢是司马迁所撰写的，而它的注解呢则是宋朝时期裴英的集解、唐朝司马真的索引以及唐朝张守节的正义。这就是史记所收录的内容。那例如像前汉书，前汉书就是汉书，是汉朝时期班固所撰写的，那当然呢，这个班固的父亲班彪还有他的家人这个妹妹班昭都有参与过前汉书的编写。好，这是他的作者。而前汉书呢写注的注者则是唐朝时代的颜师古。好，我们看前四史哦，接着是后汉书。后汉书是宋朝时期范魏忠所撰写啊，范魏忠实际上就是范晔啊，可能范晔这个名字啊大家更熟悉一点哦。而后汉书的注解则是唐朝时代李贤，也就是章怀太子所做的注。好，那么梁代刘昭卜志并注。好，这就把后汉书它的作者以及注解的作者都呈现出来。而三国志是晋朝时代陈寿所撰写的，宋朝裴松之做的注。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晋书啊，晋书就很特别啊。晋书这部史书是唐太宗御撰的，这个作者写的是唐太宗啊。好，那有晋书的音译是何超所做的音译，而宋书呢则是梁代沈约所撰写的。好，下面是南齐书，南齐书是梁代萧子显所撰写。好，这正史类啊，我们这样看呢就会一目了然。好，那么大家再看这个一至四十六，这是下一页啊，下一页就接续前面啊，我们就会看到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好，那么到了旧唐书啊，这个唐代的历史啊有分作旧唐书跟唐书。那么旧唐书呢则是后晋时期刘许所撰写的，唐书是宋朝时代欧阳修和宋祁等撰写。
好，那这里有董冲所做的释音，所以唐书有旧唐书跟唐书，哈，那唐书也称作新唐书，新唐书呢就是欧阳修等大臣呢所撰写啊。而欧阳修除了撰写唐书之外啊，他还撰写了五代史。五代史是欧阳修撰写啊，那这个注解呢，则是徐无党所做的注。好，那在唐书和五代史之间呢，则有旧五代史啊，因此这个五代史也是分成旧五代史和五代史这两部史书，它的撰写者是不同的人啊。旧五代史则是薛居正等大臣所撰的啊。好，那接下来就是宋史、辽史、金史，一直到元史。我们看元史啊，它的作者是明朝时期的宋濂。好，这宋濂啊，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学者。他做了元史这一部史书。好，最后一部就是钦定明史。好，钦定明史。好，这里写钦定，就是指国朝钦定。国朝是指清朝啊，它自称国朝。那么钦定就是由朝廷正式所颁布的史书。那二十四史的确立呢，也就是到了这个明史，等史书啊编撰出来之后呢，这二十四史的名称，才正式确立，那么这个时代也是在清朝的乾隆时代啊。那这部《钦定明史》呢，是清圣祖仁皇帝，我们看这个作者这个部分啊，就会看到说《明史》这一部史学的著作，它是经历了三朝的君王，从清圣祖仁皇帝，就是康熙皇帝，一直编到世宗宪皇帝，这是雍正皇帝啊。那最后到了清高宗，也就是乾隆皇帝的时候，从虾米穴而后成书，它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呢，最终在乾隆朝完成的定稿，所以《明史》也是经历了三代的君王。这个文化的工程啊，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桩事情啊。我们在学习经部啊，这时候就是看到啊，《周礼仪礼》跟《礼记》的注解啊，在清朝时代去编定这个《三礼一书》，也是前后经历了三代啊。这三礼在康熙、雍正的时期都没有完成它的注解啊。最后是到了乾隆皇帝的时代啊，才用了十多年啊，用了11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三礼一书》的注解。好，因此这样的文化工程啊，经典的传承啊，就是在皇帝亲自护持之下，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桩事情啊。因此，我们中国的历史啊，真的是源远流长。这史部的典籍呢，把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这个来龙去脉都记载得很清楚啊。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一颗非常耀眼的明珠。好，那前面这个部分呢，就是属于正史类，这都是属于纪传体的史书。到了下一个部分呢，我们看，1至47这一页啊，就正式进入了编年类。那么编年类的史书，特别要着重来介绍的，主要有《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这部书大家都很熟悉，是宋朝时代的学者司马光先生他所
编写的一部编年体的通史，这是史学界的一部很了不起的著作。好，那么这部书呢，收录在《四库会要》当中，还有元朝时期胡三省的音注。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1至48这一页的目录。在这个目录当中啊，我们红色的框框在这里有特别框出的，一本书叫做《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那么这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是清朝乾隆32年所颁布的。这也是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曾经为大家这个分享过雪公老人啊，就是雪庐老人在讲解《常理举要》的时候就介绍过这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啊，老人家劝我们要学习经典跟历史，但是历史啊。这24史、25史这样的浩瀚，从何学起呢？确实是很难。所以老人家就是建议，我们要学习这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虽然这部史书呢，它的分量也不小，但是比起浩瀚的24史来说啊，要学起来相对就更加容易一点。好，所以雪公老人对于这部书是下了很深的功夫，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雪庐老人的全集当中啊，就能够看到老人家就有把整个历史的纲目把它编写出来。好，这个对于我们学习历史是有很大帮助的哦。那么老人家就是用这个表解的方式啊。把中国历史啊，从上古时期一直到唐代前后的这个历史啊，都用表解的形式把它画出来啊，一目了然，对于我们学习历史啊是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我们之前在跟大家分享《圣学根之根》的《三字经》所选用的也是。雪庐老人所编辑的这个中国历史纲目。好，那这部书呢，我们会啊，这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会给大家做一下介绍，让大家了解一下雪庐老人他劝我们读的书他大致的内容。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四库会要的。史部的这个目录啊，就主要是，这个正史类跟编年类啊，我们先把它提出来啊。那其他像地理类啊、诏令类啊，我们看地理类就有《山海经》《水经注》啊，它都是收在地理类当中啊。还有法制类、别史类，别史类就包括了《国语》《吴越春秋》这些典籍，都是算在别史类啊。还有像《通鉴纪事本末》等等这些史书郑樵的《通志》是记载在别史类啊。那么其中有一些书，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也会介绍。还有像这个。这个下面有一个是故事类，故事类，它这个是不是正事类啊？看起来像正事类，这里有通典，还有文献通考像这些呢，也都是我们这个汉学工具书课程当中所会涵括的内容因此。史部的这个典籍这也是内容相当丰富的。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正式的来看文渊阁本的《四库全书》。大家先看这个"史部一"，"史部一"在正史类，在目次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本书就从《史记》开始。这《史记》是汉朝时代司马迁所撰写的那么同时这里他有收录了三家的注解，就是宋朝时代裴英的集解，还有唐朝时代司马真的索引，以及张守节的正义。这是《史记》的三家注。那么在《四库全书》还附了考证。好，那我们打开这个正史类第一部书就首先会看到一篇序文，这篇序文，也比较简短哈，这是乾隆皇帝所做的《御制重科21史序》。好，这个史书我们前面有介绍过哈，从前四史开始。一直到21史、24史、25史，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这一代一代的不断的去撰写史书。最后呢，那个24史在清朝乾隆皇帝这个时代呢，才正式确定下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篇简短的序文。御制重科21史序这个御制就是乾隆皇帝所御制的。七录之目，什么是七录呢？七录这部书就是南朝时期梁代的阮肇绪所撰写的这部书。那我们在历史上都知道，刘向、刘歆是汉朝时代著名的学者，他们是父子二人。那么，刘歆曾经做过一部目录学的著作，叫做《七略》。到了南朝这个时代，王翦还有做《七志》，这都是历史上图书目录的目录学方面的著作，非常有名。而《七录》这本书呢，就是南朝时代阮肇绪所撰写的。它也是目录学专著，所以整个《四库全书》为什么分作经史子集？这个跟传统上目录学对于图书的分类是有关联的。就是这种四部分类法，从古代在史书的目录学当中。这个史书当中，目录学的著作当中就有这样的分类法所以清朝时期在编四库的时候，把典籍分成四部，也就是经史子集，它是有历史根据的不是突如其来的发明。那么七录之目就可以说古时候这个目录学的著作它在分这个目录的时候，首列经史，首先就把经跟史排在前面。所以四库因之，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下令编辑《四库全书》之时呢，就继承了这样的一个传统，把《四库全书》跟《四库会要》所收藏的典籍。分为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史者，作为史书来说呢，它有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呢？乾隆皇帝概括说史者辅经以垂训者也。好，首先它是辅经，它对于经典是一个辅助，因此。经史不分家呀。
就是一个君王，他在从经典当中要汲取治国的智慧，啊，理论方法，可是同时也要兼顾这个史书，为什么呢？就是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兴衰成败的经验，就是从这24史，那从21史、24史。《资治通鉴》啊，等等这些史书当中啊，可以学习到很多。因此，这个史者，辅经以垂训者也啊。这历史本身就是对于经典的一个辅助和补充说明啊。垂训呢，那么可以说它也是代表了圣贤之人垂训于后人的一个重要典籍。而在历史上呢，那我们看到《尚书》《春秋》哈，《内外传》哈，这内传跟外传，上仪。好，到了司马迁这个时代啊，司马迁他完成了一部历史上了不起的史学巨著，就是《史记》。那么，《史记》是属于纪传体的史书，而司马迁在编写《史记》的时候，他把史书的体例啊，做了一个开创性的这样一个编写，他开创他在《史记》当中呢，就把它分成了纪、表、书、传等等。这个我们后面会介绍哈，于是就成就了这一部彪炳历史的史记于是司马迁所开创的这个史家的体例呢，到了班固在撰写《汉书》这个时候啊，他就有继承下来并且在司马迁《史记》的基础上呢，又有所发展。累朝宰鄙之人，累皆贤长故。就是历朝历代啊，这些撰写史书的专家学者们，累皆贤长故。这个贤就是熟练的意思啊，就是对于历史的掌故很熟悉，管旧闻，对于这些旧闻都能够融会贯通了解同时旁罗博采这旁罗博采是真实不虚的前面我们分享过这个《史部总序》，就谈到像司马光先生在编写《资治通鉴》除了正史的资料之外呢，那么他另外还参考了许多的这些杂史的诸书，光是杂史就参考了222家的资料，此外还有像一些什么小说的资料等等的，总之呢，它有选用的价值呢，在他编写《资治通鉴》之时他都会选用，所以乾隆皇帝在这里谈到写史书的人要完成一部信史这对于他本身的学问等各方面的要求是很高的。你看，像司马迁，他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能够就是在史书当中所写的很多内容，他都会到实地上亲自去做考察，而且还要参考很多的典籍。那班固在做《汉书》，还有司马光先生做《资治通鉴》他都是如此因此，这个一部信史要能够完成这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史家执笔之人，他自身的德行、学问。见识等等
就是多方面的素质都必须要具备，才有能力来撰写史书。后之术士考文者，贤取征焉啊。那正是因为这个史书，它是一部信史啊。你看这个史上面加上一个信字，这个信字可不得了啊，它可以取信于后人。那么史家这个笔法往往都是相当严谨，他这个不会轻易的去下笔呀。这个从最初像孔子在做春秋，这个春秋笔法，以及左丘明做左传，你看留下来这么重要的一部春秋的著作，春秋的注解，从古时候开始，凡是写历史，这个史家的笔法就是相当严谨，因此留给后人，来考证啊，或者是取证啊，都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那么乾隆皇帝，他是一位非常重视经典文化的君王，而且康雍乾时代的君王都是尊重儒释道的圣贤以及这些经典。那特别在乾隆时代啊，他就有一些重要的文化工程对我们后世影响深远，比如说乾隆皇帝下令呢要校勘13经注疏。那么我们现在在读13经的注解啊，就是清朝时代所留下来的。这有学者啊特别还对于13经的注疏进行了校勘，有这个校勘记。这都是乾隆时代的经典文化的这个成就啊。那么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又想到啊，历史也是很重要啊。除了经典之外啊，这历史的重要性呢，它跟经典是相辅相成的啊。于是复念史为经义呀，这个义就是辅义、辅佐的意思啊。这个历史呢，它就是给经典做证明的，这个辅助经典啊，来教化众生。它有这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兼本亦日渐残缺，就是之前所见到的这个本子呢，到了清朝时代呢，渐渐残缺啊，于是就需要重新来编订和出版史书。于是乾隆皇帝并敕，这个敕就是下令的意思，校筹是校勘，所以乾隆皇帝就下令呢来校勘史书，并且出版流通，以广刊布，就这使得他不仅是经典啊得以保存后世，而且也使得中国浩瀚的21史、24史呢，都能很好的流传给后世。其变额别义啊，这个字念额，这个念额，它跟这个额字是一体字啊，这个额就是错误的意思。那既然要对史书进行校勘，以及要正式出版呢，那就一定呢要把这里面，例如说有错字、有错误的地方，需要校订出来，是正为多。那在这个史书卷末的考证呢，一是诸经之例啊，就是按照它的体例。而明史这一部史书，我们刚刚在看这个目录的时候啊，就
一目了然哈，知道这个《明史》这部书是经历了康雍前三代的君王，一直到乾隆时代呢，才最终定稿。所以《明史·先经告竣》，就是《明史》这部史书在乾隆朝最终能够告竣，就是事功完毕，也就是校刊编定校刊完成，可以正式出版流通。于是在二十一史的基础上呢，加上了《明史》这部史书，合在一起呢，就称为二十二史，唤呼册府之大观也。这个册府呢，是古时候的君王藏书的地方，就叫册府。册府之大观矣。有了这一部史书啊，那真的是让这个君王啊，他藏书的所在呢，可以熠熠生辉哈，有了经典又有了历史哈，这对于呢特别崇尚经典、崇尚文化的清代君王来说啊，他觉得这是一件呢特别了不起的大好事哈。辅史哈，我们看后面这一句话呢就相当重要，所以我们在《四库全书》这一页啊。就是这篇序文当中哈，有把它特别框出来哈，特别用红色的这个颜色框出来啊，就说明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看《四库全书·史部一正史类》的243-1这一页哈，这一页的书影上面啊，我们就把这句话框出来了啊，大家可以重点来看。好，这是这篇文章的重点。辅史以示劝惩，劝惩这个惩就是警戒、教训的意思。好，历史的兴衰成败的教训是给后人留下很深的警示的啊，招法戒啊。什么事情可法，什么事情需戒，这在历史上都写的，它的善善恶恶都很分明，可以效法学习的以及要引以为戒的，这在历史上都是记载在史书上，所以对于历史人物的善恶中间啊，这史书都记载的相当清楚。那么上下数千年，我们中国历史5000年啊，实际上也不止5000年啊，可能还会更加久远啊。治乱安危之故啊，就是这个朝代为什么它会兴盛，以及另外一个朝代它为什么会衰败，这其中的治乱兴衰的教训都记载在史书当中啊。不仅是如此呢，还有忠贤奸佞之时，就是历史上这些善恶中间的人，那么他究竟这个为像一些忠臣他念念都是为了百姓谋福利啊，他究竟都做了哪些利益社会利益国家的好事，还有奸臣他是如何去危害社会啊，最终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像这种善恶中间的例子呢，在史书当中也是历历分明。还有是非得失俱可考见啊，确实历史它就是一面镜子。那么对于其中种种是非得失，以一个君王来说，就是我们在史书当中就是会看到君王的本纪啊，就是这个君王他执政的一生当中，那么究竟他在为政当中有哪一些优点值得学习啊，或者是像亡国的这些昏君他又有哪些教训值得借鉴，他是什么因素使他亡国的，像
这样的内容呢，也是在史书当中呢，是据可考见的哈。居今而知古啊，我们生活在先前的时代啊，那人生100年的，即使是活到100年，这个时间还是很有限的哈。可是，当我们如果了解了这上下5000年的浩瀚历史啊，就如同呢，是一位已经有5000多岁的老人在给我们讲述他的人生经验。那这对于我们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的启迪是无比深远的。见往以察来啊，这就说明历史它就是一面最好的镜子。我们去了解过去，可以指导我们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应该如何去做，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这个为后世的子孙，可以就是应该如何来给他们留下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这些都是在历史当中呢，我们可以去吸取的经验与教训。杨子云曾经说："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浊。"所以最后乾隆皇帝说："这岂不在善读者？就是我们善于读这个经典跟历史，善于去体会经典跟历史给予我们的智慧啊。"之能自得失也哉？好，那么这篇序文它其实是很简短的啊，但是这个内容是很有含量，也很有力度。好，这是在乾隆12年的2月朔，这个朔就是农历的初一啊，就等于说是2月初一这一年呢，正式颁布了这个这篇序文，好，那么这时候因为明史已经完成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21史的基础之上呢，就加上明史，就成为了22史。那我们刚刚看到乾隆皇帝在序文当中所讲到的历史它的作用以及给予我们的启发那可以这样说，历史啊。它就是一个这个真实的因果我们在学习《圣雪根之根》的百家姓啊，就讲述了许多从史书当中所截取出来的这些因果的公案。这在史书里面记载着很多。那么，佛门的第13代祖师印光大师，这个时代呢，就编撰了一部书。这部书完全是从史书当中所截取出来的，就是《历史感应统计》这一部书，让我们通过对于历史当中许多公案的学习，就了解到了因果是真实不虚的那么，师父上人在这幅墨宝当中，也给我们谈到了因果教育的重要性。因为，佛家特别强调这个3种布施得3种果报，就是财布施能够得财，法布施能够得到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则能够得到健康长寿。那么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师父上人强调，这个因果教育是教我们如何脱贫致富也就是同时也是如何离苦得乐的教育。那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呢，无论是富贵穷通，还是吉凶祸福，都是离不开因果的。那么这一点我们要是掌握了历史。了解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呢，对于这个因果的道理就更能够深信不疑。那能够明乎此理，就是我们能够真正明了因果的道理自然就能安分守己，
而且不怨天不尤人。为什么？我们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都是自己所造作，而不是老天爷给予的。好，不是上天加在我们身上，而是自己的善恶行为啊，就会产生一定的果报。好，那了解了因果教育呢，能够努力改过迁善，积功累德。大家都了解了命运的真相啊。好，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真努力的去改正自己的过失，并且努力的断恶修善，积德累功，就能够改变自身的命运。那对于一个家庭，对于社会，还有国家，也都是如此。好，如果这个国家的人呢，都是深信因果，如果我们都能够通过对于历史的学习啊，真正明了因果的理论和这些历史上的事实啊，它都是真实不虚的话，好，我们深信因果，于是从这时候开始，能够认真努力的改过向善，努力的积功累德，去改造自身的命运。好，那么我们一定可以这个过上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那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整个国家的百姓呢都能明了因果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呢自然就会社会安定，天下太平。好，为什么？因为人们都不敢去造作恶业。好，这些杀盗淫妄酒啊，种种的恶业恶行，大家都不敢再做了。好，知道造恶一定会有恶报，而且这个国家的人民都努力的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好，那么国家的国运呢，就一定能够昌隆。好，那这也是我们在历史上是可以特别这个通过因果教育以及学习历史，这样两者结合在一起呢。就可以给我们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带来很大的帮助。好，那么下面我们看在《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一》这本书当中，大家翻开243至35，好，也就是这一册的35页啊。那么在这里呢，就会看到这一段是关于司马迁所做的《史记》的提要。好，这个我们在后面呢，开始介绍24史的第一部史书《史记》。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史记》的提要。好，那么首先来介绍一下《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我们在 PPT 上所展示的呢，是江一子老师在华夏道统源流图上所绘制的司马迁的德像好，那么关于他的生平，我们在圣学根之根的三字经的课程当中，也都有介绍过。那在这里着重我们看一下他做这部《史记》他做这部《史记》呢，是司马迁以他卓越的事件去追寻历史的演变。于是他用了13年的时间，完成了《史记》这一部巨作。这部巨作呢，是从黄帝的时代开始，一直到止于霍林。因为止于霍林这个时候呢，孔老夫子所做的《春秋》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停下了他的笔。好，这《史记》一共有130篇，是我们
中国最早的、最完整的纪传体通史，纪传体的史书。那么班固对于《史记》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啊，是谓之实录。而且司马迁同朝的学者刘向跟杨雄都赞颂司马迁是两史之才。好，我们看到姜老师这幅图啊，就会感受到司马迁他怀着忧愤，去完成了《史记》这部了不起的史学巨著。他这种在内心承受巨大痛苦的时候，他仍然能够走出人生的挫折，来完成这个撰写《史记》的这么重要的历史使命，这是司马迁他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地方啊！而且他一生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看他，除了在小时候他特别勤奋好学而且他的这种家学渊源底子是相当深厚所以他10岁就通达古文到了20岁，他就到各地去云游他所走过的这个路程就在《史记》当中他所撰写的很多内容都是他亲自曾经去考察过的地方他曾经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夷等等，那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这样的人生经历，对于他撰写《史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好，这是姜老师所绘制的司马迁让我们通过这幅画。这样的一幅画呢，可以对司马迁有一个更为形象的认识。而在《三字经》当中有这样的一句经文说："史虽繁，独有次；史记一，汉书二。"这是我们先前在分享《三字经》课程曾经讲过这句经文。那么史虽繁，独有次就是说史部的内容很庞大如果是你看这史书差价森森，你要把它全部读下来是很耗费时间的所以《三字经》当中也有教导我们可以抓住重点来阅读史书。那么学习历史就是从《史记》开始这个《史记》呢。音乐生老师在这里有介绍，这是我们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所以后世的史书都是参照《史记》的体例来写的。这一点呢，比如说我们到了后面会跟大家介绍《汉书》那么介绍《汉书》。大家就会看到《汉书》的体例是如何在《史记》的基础上呢，再进一步的去进行修正，来编就是班固在这个基础上呢，又重新对于这个史书的体例有做了一定的修改但是。作为司马迁来说，他是属于开创性的。那么在《史记》之前呢，并没有纪传体这样的一个先例所以司马迁他是开创了这个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像。《史记》当中有本纪、有世家、有列传等等，这都是
司马迁在做《史记》的时候就确定了这样的体例。比如说，本纪就是给帝王所做的传记，还有像世家是给诸侯所做的传记，列传呢，则是给士大夫所做的传记。好，那《史记》它一共呢是有20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这以前我们在中文系上课我记得老师好像有开过一些课程给我们介绍《史部要集》《经部要集》。那么像这些都是要背下来的10表8书、20本纪、30世家、70列传这是《史记》的体例，因为它是开创性的，所以这个体例呢，在司马迁之前呢，写史是并不是这样分的。那么表跟书也是司马迁所开创的文体。表和书，这个表呢，是在史书当中没办法把每一个人的传记一一的都列举出来，但是这些臣子、大臣等等又不能不在史书当中呈现，所以就做了表，列表来观览。这个书则是指国家的典章制度，比如说像《史记》当中有封禅书，那《史记》这部书有52万6千多字，可以说是史书当中的精华。后世的史书，这个在它的历史价值，当然这个每一部书也都是不相同的。但是因为《史记》它是属于开创性的这种做法有很多方面都是前人所没有的，所以人们最终对于《史记》这部书呢，是评价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它的评价是很高的好，那么我们来看，《四库全书》跟《四库会要》当中，都有关于《史记》这部书的提要。我们可以打开《四库全书》，或者是看《会要》都可以《四库全书》的话呢，是在史部一正史类243至35。那么如果是《四库会要》同样我们打开这个《四库会要》的史部的第一册正史类打开87至28，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段提要，这一段的提要文呢是比较简短的那我们知道《四库提要》它也是经过了反复的修改，之后才成为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总目提要的内容是比较长，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四库全书》或者《四库会要》当中所看到的提要呢，则是比较简短就是它提要之间也是存在着一些差异。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简短的提要呢。这里是介绍。在 PPT 上，这里是展示的是《四库会要》的这个书影，大家也可以看 PPT 司马迁的《史记》是130卷，那么这部书再好，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所以人们对他的评价，当然总体上来说是很高的可是对于他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学者之间有不同的观点，也会对他有一些内容会有
一定的评论啊。比如说班固就曾经说，好，他上黄老，他是崇尚黄老，传游侠获职为备于道啊。那么这个是班固啊，他也许是站在一个就是儒家比较正统的思想当中啊。那么对于司马迁，可能他的这个思想的方面哈，以及他在做这个像游侠获职哈，这个因为像中国古人哈，都是属于比较重农抑商的社会啊，对于商人这个社会地位啊，在古时候是很低的。还有像这个《游侠列传》啊，这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有包括的哈。那么如果是站在一个儒家正统的思想角度上，那么当然会对他是会有一定的批评啊。但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因为司马迁他的这种性格啊，就不是那种特别一板一眼的哈，所以我们看人可能还是要从一个大的方向，从一个大的格局上面去看他啊。好，那当然《史记》它已经算是很好的一部史书啊，但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啊，就是人站在不同的观点呢，也会对他有不同的看法哈。所以班固说他背于道，这个是应该还是站在儒家思想的角度上哈，对他所提出的批评。再来郑樵也有谈到呢，上下数千年，这几千年的历史啊，橘棘，这个橘棘就是橘是弯腰，棘呢就是后脚接着前脚这样小步的走。也就是几千年的历史啊，就涵括在这么简短的七八书当中啊。那么伯牙犹有所未足啊，还是有他不足之处。而纪传表书之体，可是他所开创的这种体例啊，就是开创纪传体史书的先河。以及呢《史记》当中像这个十表八书啊等等的这种体例的开创，是百世莫能一焉，这是对他正面的一个评价。好，帝其辞职古傲，又年月地理间多书传啊，这个书传就是喘，就是喘误啊，有一定的错误。那么《史记》有三家注，三家注呢，晋朝时代徐广有音译30卷，在宋朝时期裴英呢则做了《史记》的集解，这有80卷。到了唐朝时代，司马迁有《史记》的索引30卷，还有张守节的正义30卷。虽然在清朝以前，这《史记》的三家注呢，有合在一起刊刻的版本啊，但是校刊，这个方面呢稍微欠缺一点。所以乾隆皇帝他就看到明朝时期所留下来的这个南北间的版本啊，建就漫幻，这个漫幻的意思就是，因为古书都是在木头上哈，或者是石头，这个都是在木头上所刊刻的这个版，那么时间上经过了长时间的风雨的侵蚀啊，它可能会变得比较模糊，就是形容这个漫幻，就是形容一个书啊，时间长了之后它就有所损坏，而不能够分辨里面的内容，就有这个问题的。好，于是呢乾隆皇帝的时代就下令呢要重新来出版这22史的史书，好，正式出版流通，然后后面还附了考证，
就如同十三经的著书一样，啊，这也是乾隆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工程。而《史记》为诸史冠冕这个冠冕是可以说是领袖的意思啊。它在所有的历史纪传体的史书当中，它是第一部。校筹精审，皆非以前官司诸客所得比也啊。就是乾隆朝这个时候刊刻史书，对于《史记》这部书呢，校刊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好，那么这一段文呢，是比较简单哈。可是我们看到，到了《四库全书》的总目提要关于《史记》的这个提要呢，就比较长一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史记》是司马迁所撰写的，好，由楚少孙所补。那么司马迁的事迹呢，在《汉书》当中就有司马迁的生平，有他的本传。而楚少孙根据张守节的正义，他有引张燕的说法，认为呢楚少孙是颍川人。他是元成年间在朝廷当中担任博士。再来，在《楚乙家传》当中呢，他记载认为呢，楚少孙是梁相楚大帝的孙子，在宣帝的时期担任博士，那么他生活在沛这个地方。他的老师是王氏啊，王氏是当时的一位大儒啊，所以称他为先生啊。那以上这两种说法呢，有所不同啊。可是，汉宣帝末年跟成帝初年啊，他们之间的时间相差的并不远。他们只不过差了十七八年的时间。案，这个案字呢，是司库管辖在这里就开始解说。根据司马迁的自序这个史记呢有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一共呢是130篇。而在《汉书》。司马迁的本传当中，则是说呢，其中有10篇有缺失，就是其中有10篇呐、有录，但是没无书啊，就是没有这个内容。而张炎在注解当中，他认为呢，是司马迁过世之后啊，那么他王字后面啊所列举的这一些啊，从景帝纪、武帝纪一直到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啊等等，他列举的这一串啊，都是司马迁过世之后啊所佚失的所失传的。但是刘知几在《史通》当中，他认为呢，是这10篇呢，在司马迁的时代就没有全部没有完成所以只有目录而没有内容。他就驳斥了张燕的说法而司库管辖呢，去考证这个问题呀，他根据《日者列传》跟《龟策列传那在这里呢，就有记载太史公曰，同时又有记载楚先生曰，太史公就是司马迁，楚先生就是楚少孙，同时就有记载。太史公曰跟楚先生曰，是为补缀残稿之明证。这个补缀啊，缀就是修补、缝补的意思哈。残稿这个稿跟文稿的稿是
一体字是相通的。通过这个文可以看出呢，他曾经补缀残稿，于是就可以判断出刘知己史通所说的，这个说法才是比较可靠的哈。就是刘知己认为啊，前面所列举的这十篇，在司马迁的时代并没有完成，因此后来是由楚先生，也就是楚少孙，又把它做了这个修补。但是在汉志，就是在《汉书》当中记载啊，《史记》130篇呢，他并没有说他有缺失。那就这就是说明，到了汉书成书的时代，官方所颁布的这个官本啊，就已经有楚少孙所续写啊，所修补的内容已经合在一起了。而且在《日者》跟《归策二传》当中啊，这里面有臣为郎时等等等，好，有这段内容，就说明了楚少孙他去修补史记啊，补充史记的时候长经奏进，就是有把这个内容奏报给朝廷。那么其中说楚先生曰这个内容啊，待后人追题，这个应该是有可能是后人把它加上去的，这样子才能够和司马迁所做的呢可以分得出来，以为别是鱼，这个鱼呢也是一种疑问的口气。四库管臣在这里并没有就是下一个绝对的肯定的定论，是他推测是这样。在周密的《齐东野语》他摘录了司马相如的传赞当中，就有杨雄以为米利之父劝柏而讽祎，有这样的内容。同时他又摘录了公孙弘传当中有一段内容，说这个平帝元始中，就是在平帝的元始年间，曾经下诏赐弘，弘就是公孙弘，赐弘子孙爵予，就是给公孙弘的子孙赐爵，有这样的一段文。还有焦弘在笔城当中摘录贾谊传当中有一段，说贾家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好，那么以上的这几段啊，都不是司马迁的时代所能看到的，它是司马迁之后的时代的历史。好，那么王茂弘，他也在他的著作当中说啊，史记只记年而无岁名。就史记当中他只记年，但是没有记岁。而在现在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上呢，列一行载庚申甲子，这些字呢都是后人所增加进去的。那么从这些可以看出啊，这个史记成书之后，它不但是曾经有这个散佚，就是前面所讲的，有像景帝纪、武帝纪，等等啊，有很多的内容，有十篇啊，没有完成，只有目录，那么后人把它补上去的，而且后来有些内容有所散佚，且兼有所篡佚，还是有人对他的文字做了一些修改。但是年四，这个四啊，在商朝时代就是指年的意思，就是指的
这个年巳玄秒，好，这个现啊，它不是读现，是通玄字，就是意思是年代久远，好，年巳玄秒就是这个意思啊。今亦不得而考矣啊，所以，因为《史记》是在汉朝时期所西汉的时代完成的，那么距离清朝编订《四库》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几千年。因此，这当中的这种，有一些修改啊，等等的，目就是，暂时还没有办法考证啊。那么字句串乱或不能无，那当然也是存在字句串乱的问题。但至其全书，但是呢，总的来说呢，《史记》这整部书则仍签原本啊，这还是司马迁的原本。而焦桐他认为啊，续之者就是都有哪些人来续写这个《史记》呢？有冯山、孟柳啊。那么，另外在《后汉书》当中也有一段记载啊，认为常，删迁书，就是这里有指出现在的《史记》并非本书啊，像这些说法呢，都是不，都则非其实也啊，就是说这些说法呢都是没有根据的啊。因为《史记》这部书从晋唐以来，晋就是晋朝，唐就是，唐朝，它的传本，留下来的这个本子呢，无大同异呀，就差别并不太大，只有在唐朝开元23年，曾经下令呢，把，《史记》的老子列传呢。把它排到伯夷列传之上啊？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个跟唐朝时代的君王皇室崇尚老子啊，崇尚道家的学说是有关系的啊。好，那么此外，《史记》这部书还有宋刻啊，宋朝时期的刻本啊。在南宋时期。南宋广翰张才，又曾经刊去楚少孙所续写的内容，后来赵山甫觉得他不完整，又把楚少孙的书别刊附录，又把它附进去，但是这个本子呢，在清朝的时代，就没有见到这个本子，所以。世所通行为此本耳，就是我们现在在《四库全书》所看到的这个版本啊，是清朝时代呢所通行的本子。好，另外这里引用了一个孙氏他的一个说法啊，那么这个说法呢？也是宋人诈脱古书，并不是现在这个本子的脱落。其实我们看在，四库管辖他为什么要对于一些问题进行这样多的考证啊？就是，其实他这种考证，它所涵括的范围啊，就是我们现在在文献学当中所学到的。包括文字、声韵、训诂、版本、校筹，等等，就是它所涵括的范围呢是比较广的。这个是编订四库的时候实际上的一个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确定收录到四库当中，它的版本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版本还有它的作者要最终要敲定这个作者是谁，写注的注解的人又是什么人，等等这些很繁琐的问题，就是说你在编订这个四库的时候，这是代表国家的一个文化工程，一定是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的你不能说，
学者啊，我把这个书编进来啊。那么，到底历史上对于某些问题有争议啊？比如说，这个版本到底是不是一个可靠的版本啊？你收到司库来，好，再来就是说，这个作者到底是要写这个作者是谁呀？好，比如说古来有不同的说法，可是到了司库管辖在编书的时候，他一定呢代表的清代的皇家，他一定要有一个就是朝廷认可的一个说法。好，这也就是为什么编司库的时候，我们会在司库提要里面看到啊，他那么认真的去考证各种问题，然后把一些有争议的地方把它解释清楚。好，在考证等方面呢，下这么大的功夫哦，那实际上这也是编订《四库全书》跟《四库会要》的实际的需要。这个另外就是说，清朝时期它的学风本身就是如此哦。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么完整的一套四库的宝库啊，也是要深深的感恩清朝时代的这些专家学者们，他们下了那么多功夫，帮我们把种种的问题把它厘正，把它搞清楚、搞明白，让我们不再有疑问哈，在学习的时候就可以啊，很多的经典的注解啊，或者是历史的版本哈，我们就可以遵照《四库全书》跟《四库会要》的本子啊来学习。这也是让我们，从这里建立了一个信心哈，也升起一个恭敬心跟感恩心哈。那么再来这里还有一段哈，又学海类编钟哈，在韦宏尊《史记真本》凡例一卷啊，那么在原书当中亦为刊削。那么他说这个《史记真本》是什么？是司马迁藏在名山当中的旧稿，其实这个事情呢，司库管辖也下了定论哦，这种说法都是荒诞的说法啊，没有根据的说法是不足以相信的哈，不要去相信什么《史记真本》《汉书真本》哈这些问题。好，那么《史记》的这个三家注。好，三家注呢，就有裴殷、司马贞和张守节这三家的注解呢，到清朝的时代呢，依然有流传下来。那么最初这《史记》的三家注呢，是各为部制哈，就是这个制啊，在古时候线装书称一套，称为一制。好，最初呢，这《史记》的三家注呢，它是分别流通的，并没有合在一起。是到了北宋的时代呢，这三家注才合成一部书啊。而这个版本呢，这里就有谈到《史记》的版本，比如说有明朝时期国子监的刊版啊，还有南监本那它都有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清朝还要重新再校勘这个史书，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需要哈。然会合群说，简寻教义那么就是明代留下来的版本啊，《史记》版本，像国子监的刊版，还有南监本啊，它也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啊。所以现在呢，到了清朝做这个编辑《四库全书》《史记》的时候，把这三家合并在一起的本子，收录进来，以便观览，仍别录三家之书，以存其完本焉因此我们在《四库全书》跟《会要》当中所看到的。这个《史记》呢，它就是包括了《史记》的三家的注解就是裴殷、司马贞和张守节这一点就是我们刚刚有给大家看到，
四库全书的目录啊，四库全书会要的目录啊，啊，在目录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到，这《史记》收的哈、啊、是司马迁他的原书，那么再加上这三家注，啊，这就一目了然了哈、啊。好，那么这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库全书总目》啊，这里面啊所收录的这个提要啊，这个比《四库全书》跟《会要》所收录的提要呢，内容就更加的完整，内容更长。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最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录制了一套一系列的节目啊，这个节目叫做典籍里的中国。在前一段时间啊，我们曾经陪同师父上人看过这个节目啊，这也是有这个法师同修们推荐的啊，这个节目做得非常之好。那么我们曾经看过像《尚书》还有《史记》啊，都曾经在《典籍里的中国》这个节目当中播出。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啊，这是为了响应中央恢复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号召啊，所以特别策划了一系列的节目啊，来讲述。中国历史的《尚书》《史记》《本草纲目》啊等等啊，这些典籍啊，这是对于我们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啊都有非常深刻影响的啊一些典籍。那盛海雄先生他是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啊这个领导啊。他曾经讲述过啊，为什么要策划《典籍里的中国》啊这个节目啊？比如说我们已经学过《尚书》哈，那么现在又学了《史记》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典籍里的中国》这个节目啊，里面的《尚书》跟《史记》啊，那么就对于这两部典籍呢，有一个特别形象的了解哦。他这个节目做的是格局相当的大，气势很恢宏。好，那么策划这个典籍里的中国这个节目啊，盛海雄先生就曾经谈到啊，他策划这个节目是为了响应中央在恢复传统文化的这个号召，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们中华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经历了这上下五千年，文脉不绝啊，根本的原因呢，是在于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呢，以这个典籍为媒介啊，薪火相传啊，一代一代的继承下来啊。而在我们古汉语的词典当中，像尾边三绝、汉牛充栋、洛阳纸贵啊，好，中国古人用很多赞美而又敬佩的词语来称颂典籍的魅力和文化的传承。而我们中国国家主席曾经说过啊，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那么这些经典它无形的内涵就是中国精神，它有形的载体啊就是中华的典籍。那么在新时代当中呢，我们中国政府啊，它深刻洞察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跟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内在关系。所以就像中国国家主席所说的，中
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呢，正是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所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这个领导他们就想到了典籍啊，因为刚好这个领导他就是中文系出身的，那么当年他在学中文的时候，有许多教这个古文献的老先生啊，都已经白发苍苍了，年纪已经很大了。那现在政府开始提倡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是这个领导就想到了典籍，因为文化的典籍是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你看这上下五千年，这是时间，纵横八万里啊，这是空间。那我们中华传统典籍包括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好，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堂课的开头啊，就为大家介绍的经跟史。好，那么从孔子、孟子、老子等等，好，那么一直到史学、哲学、经学，还有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比如像盘古开天地，神农尝百草，实际上这是真实的历史，这不是神话，还有仓颉造字等等，那么这些典籍呢是博大精深的，他把中华儿女的民族的品格还有民族精神呢都浓缩在这个字里行间，也凝聚成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那么同时呢盛海雄先生还有谈到在世界的四大古文明当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能够绵延至今。他强调，中华文明看似柔和，实则坚强，实际上是一种很坚强的文明。所以为什么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这些文明古国，他们已经成为了历史，可是只有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年的风吹雨打，在现在依然是生机勃勃，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体现出了中华文明它这种坚强的韧性。于是官成败，见得失，明是非，知心地，优秀的典籍是中华民族共享的记忆，也是我们跟历史的精神接续。那这对于我们的过去、现在跟未来，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会福泽中华民族后世千年。于是这个就是从优秀的典籍当中入手来传播传统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会策划这样一个节目叫典籍里的中国，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就可以看到尚书，看到史记，还有本草纲目，等等，这些节目。而优秀的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中华传统典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独特资源。而我们看到在国际上有很多汉学家，他在这里有指出其中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就是马悦然先生，马悦然先生是瑞典学院的一位汉学家，那么他当年
这个汉语的入门读物就是《左传》哈，这是《春秋经》的注解啊。他在这里也举了很多例子，就是许多国际上知名的汉学家都曾经，例如翻译过，竹林七贤嵇康的《秦赋》，还有白居易的文集等等啊。白居易的文集也称为东瀛，就是日本皇室啊争夺的文献。好，那么通过这些例子来证明，优秀的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而今天的中国呢，正在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传统的经典就是我们跟世界进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大优势。哈，这个文明交流互鉴呢，就是中国国家主席曾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中所提出来的哈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苏东坡曾经说过，要发愤世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些卷帙浩繁的文化典籍，这是5000年象形文字垒起的一座座精神高峰。多攀登这样的精神巅峰，登高望远，与我们个人可以拓展、拓宽自己的人生长度和宽度，与我们民族可以夯实精神厚度。进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好，这篇文章呢是，任职于中央宣传部的一位领导，他同时也是策划典籍里的中国这个节目的一位领导，他曾经在人民网当中，好，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呢，来说明为什么要策划典籍里的中国。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学习13经，学习24史，好，后面还会介绍《资治通鉴》啊，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节目啊，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啊。我们先前呢，曾经陪同师父上人看过这个节目，好，大家看了也都特别感动啊，看到前人呐、啊，他为了传承经典、护持经典，他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这种激励人心的这些历史啊，让我们今天呢再重新去读诵经典去阅读历史的时候，知道前人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么了不起的文化典籍，他们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这样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这种使命感啊，就会油然而生，敬畏之心就会油然而生。那么，师父上人常常在墨宝当中所写的这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记得在我们汉学院，要，这个进行入学考试的时候啊，我们大家都曾经学过几首歌，那么其中这个歌的歌词当中就有这横渠先生所说的四句话，这也就是我们要传承汉学，要继承汉学所首先要立定的一个志向，有了这个志向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能够在一生当中啊，坚持把传承儒释道的圣贤教育作为我们人生的使命啊，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因为国家灭亡不怕呀，但是一旦这个文明要是断绝了，这才是人类真正的危机。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就是肩负起继绝学、开太平的使命这是我们人生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好，这也是我们共同所立定的志向。那么关于《史记》啊，就先为大家介绍到此地。好，接下来呢，就是介绍
二十四史的第二部史书《汉书》。好，《汉书》呢是前四史当中的第二部。我们先前在《圣学根之根》的三字经课程当中，也曾经讲过这一段经文。哈，《三字经》说：“史虽繁，独有次，《史记》一，《汉书》二。”那前面已经介绍过《史记》啊，好，那么接着就是《汉书》。那么关于《汉书》，四顾管辰对于他的评价是很高的啊。这个在后面大家在学到《汉书》的提要的时候，就会看到啊，四顾管辰说：“世书历代保传呐。”就是世世代代传下去啊，贤无异论呐，就是都认为《汉书》是一部很了不起的史书啊。这个呢，历朝历代啊，大家没有不同的看法。好，可见呢，《汉书》继《史记》之后呢，它这又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啊，纪传体的断代史。那么，汉书是我们中国第一部的纪传体的断代史，哈，因为史记呢是纪传体史书，哈，但是它并不是断代史，而第一部断代史呢就是汉书，也叫做前汉书。那么四库全书，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呢。有的地方称它做《汉书》啊，但是有的目次啊也称它做《前汉书》啊。无论是《汉书》还是《前汉书》，指的都是同一部书啊。之所以叫做《前汉书》，是为了跟《后汉书》啊区别开啊。那这是纪传体的断代史，断代史所指的，它就是讲其中的一个朝代哈，而不是各个朝代的通史啊。这个是断代史。那么，《汉书》是由东汉年间的史学家班固所编写的，但是班固呢，这也不是班固他自己独立完成的啊，这是在他父亲的基础上编写的哈。他父亲呢就是班彪啊。那么，班彪他有他的儿女啊，就是一位是班固，还有一位是班昭啊。这个班昭啊，也是中国历史上很了不起的一位女德的典范啊。好，因此班固是在他父亲班彪的基础上啊，这个记载前史遗事。旁贯译文，好，在这个基础上编写而成《汉书》，但是因为班固过世的时候，这部书并没有完成，所以后来就由班固的妹妹班昭继续把它编写完成。好，那这部《汉书》前后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好，在建初年间才修成。好，它所记载的是汉朝建国到王莽。新朝灭亡，啊，它一共有80多万字，230年的历史。那么其中呢，是本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啊。我们后面呢会跟大家介绍，它的这个体例啊，跟《史记》有所不同。它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好，发展而成的一个体例啊。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关于《汉书》啊，我们就留待下节课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今天的课程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